好，各位同学好，我们现在进入呢南曲戏文，还有北曲杂剧。我一再说过，这两个剧种啊，是中国戏曲史里边的长江大河。就像我们中华大地上的这个黄河，就是北曲杂剧啊，南曲戏文就像长江，他们的原生的时代，就大戏来说是比较早的，他们形成以后发展的没落，也是最壮大、绵延不绝的。所以我说它是戏曲史上的中华大地的长江大，是这个缘故。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这个宋元的瓦舍郭兰，以及瓦舍郭兰里边的乐府书会，我说如果没有宋元瓦舍郭兰和他书会中的才人乐府的歌妓做这个艺术的推手，我们戏曲呢由小戏要壮大为大戏啊，就不知道要晚多少年。因为我们的戏曲呢，大戏的过程的元素是多的还是少的？很多，我把它归纳为九种元素。而这每一种元素，它呢本身都要发展，由初阶简陋到复杂精致。那你要到大戏，当然要发展到高阶的精致的这个元素。和元素与元素之间，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磨合在一起啊？不是容易的哦。我们说三个基础，歌舞乐。你歌乐、歌舞，还有呢，这个诗歌啊，歌舞，我说歌舞乐，你歌舞、歌乐，然后舞乐，还有歌舞，乃至于歌舞乐。三者融汇在一起，一个比一个难呐、啊，尤其到歌舞乐的融合，相当的难。世界的表演艺术啊，把歌舞乐融为一体的，融为一体的表演艺术多不多？哎，很少。而我们呢，中华民族歌舞乐融在一起，相当的早，然后再加上杂技，加上这个演员角色，加上代言体啊等等，我们所九大元素融汇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体的艺术，这相当的难。
也因此呢，我们的戏曲的演员呢、啊，本身所具备的艺术修为，他就不是西方的歌剧演员，或东方的卡布奇演员所能办得到的，因为他必须是舞蹈家，第一是必须是歌唱家，第二是舞蹈家，第三是音乐家。如果像梅兰芳这样的更高的一个表演艺术家，他本身既是文学家又是戏剧家，这种修为的人呢、是很高难度养成的。所以古人说，你呢三年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怎么样一个戏子，其实应当说表演艺术家了，是这个缘故。那么这一些直性能够具体呈现出来的，就是南曲戏文、北曲杂剧这一些大戏里边的演员。可是由于古代读书人都不重视戏曲，因此呢，戏曲的文献、戏曲的地位、演员的这个什么呢，更被看成等同娼妓、乞丐那样的身份地位，他所擅长的艺术当然不行。剧作家、书会才人都是落后的戏剧家。到了明代以后，虽然也有一些大官贵人考上科举的这些这个科名出身的这些文学家，可是他们呢愿意把自己当作戏曲是我的专业，是我这一辈子的这个什么作为要努力的人生的理想核心的少之又少。所以常常呢就用笔名，生怕人家知道是他写的。而且明代呢又产生了很坏的风气，老是去捉风捕影，说你写这个剧本是在骂谁，是在嘲弄哪个大官贵人，所以呢弄得人心惶惶啊，常常因此得到一种这个什么不齐的这个灾祸。这又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使得剧作家来以戏曲要传名传世的并不是很多那么也因此大家就变成呢在从事创作也好，从事这个娱乐享受也好，就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慢慢的呢，你问他说南曲戏文怎么样原生出来的，怎么发展出来的，北曲杂剧怎么原生发展，慢慢的通通不知道。所以到现在任何一本戏曲史碰到北曲杂剧、南曲戏文的原生的历史，通通是一种揣测
各说各话。像我们这个讲，各位发给各位的讲义，把它条理脉络梳理清楚，建立一级的学术观点，我们是第一人。啊，我们是第一人。那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呢？那是1990几年了，我带领我的6个学生啊，到福建去做田野调查，同时也是参加在这个泉州召开的这个国际南馆国际南系学术研讨会。我那时候只是参加，并没有发表论文，也没有参与这个去讲评，等于做一个外来的这个学术宾客。那么在那一场里边，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南极系文怎么样延伸发展。其中光这个什么呢，是一元多派，就是延伸于一个地方，一个源流，但是它流播出去多派，还是多元并起，同时有好几个源流并起，吵的两派啊几乎要打架。其中两个啊，一南一北，个子都瘦瘦的，瘦子有时候脾气比较大啊，这个吵得不可开交。那一天呢，那个主席呀、是他们做过福建文化厅长，这个退休的，他就一定要我发言，啊。我就不客气，用了25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普通啊，一个这个发表论文最多有个15分钟的，10分钟，我用了25分钟呢，去发言。我说我对南极系文啊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但是我也关心这个问题。啊，我就把我的这个观念呢，在当时候提出了。我们这篇讲义里边呢，大概已经把这些有没有啊？有。那个佩欣啊，你把那个前言念一下。南系北句是中国古句研究的2大课题，学者研究偏向北句。南系研究自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国维《宋元戏剧史》，起其端序后，30年代赵景生有《宋元戏文本序》，钱南阳有《宋元南系百一录》，陆侃《如汉》。与冯元君伉俪合著有《南系拾遗》。50年代，钱南阳又有《宋元戏文集义》，赵景生又有《元明南系考略》，其主要成绩均在《勾集序录》。近40年来，南系研究始拓展领域，钱南阳《戏文概论》，庄一福编著《古典戏曲存谱会考》，刘念资著《南系新政》。尤其1988年4月，大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福建省文化厅在泉州莆田联合举办南戏学术研讨会之后，南戏更明显成为戏曲研究的热门议题。这次讨论会即有论文29篇，可为南戏论集。1991年春，又在泉州召开中国南戏暨幕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集结有《南戏遗响》一书，
期间浙江省温州市艺术研究室亦出版南戏探讨集多集，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亦每刊载相关研究，而金明芬的南戏研究变迁和鸿飞朱建明编辑之戏文序录，以及余维明的宋元南戏考论也都是重要论著。1996年10月18日至22日，住着翰林所指导的博硕士研究生尤中荣、郝玉祥等六人到泉州参加第三届国际南戏学术研讨会，并观赏梨园戏、高甲戏、傀儡戏的演出，受益颇多。对于南戏，著者未曾写过一字论文，但其研究既已成显学，前辈时贤各抒所见，犹如花火尽凡。个人也因教学所需，颇是阅读，虽未必尽能阐如英华，然偶能从中感悟，以为南戏指名称、渊源、形成和流布，实为最紧要之问题，而学者争议甚多。即此次讨论会而言，一元多派说与多元一起说犹相持不下，著者乃不传简陋，于会议上发言，略述一己所见，其大要为：一、南戏之渊源、形成与流布之过程，从其本身名称之演变即可求得。一及胡林春否为农村初起时小戏之名，永江杂剧或温州杂剧为汲取宋官本杂剧成分进入城市而流过他方时小戏之名，戏文或戏曲为汲取宋代说唱之故事乐曲成分发展而为大戏之名，永江戏曲为流过于他方大戏之名，南曲戏文为对北曲杂剧而言，显见其势力以南北对峙。南戏文、南戏皆为南曲戏文之省称，南戏文对北杂剧而言，南戏则对北剧而言。二、学者所以有多元并起说，乃因为虑及以下三个观念：其一，戏曲之始生为小戏，其成熟则为大戏；其二，小戏为简单之歌舞艺术，可以多元并起；大戏为综合性之文学与艺术，只能一元而多派。其三，剧种有体制剧种与腔调剧种之别，作为体制剧种之南戏，在其发源形成地温州唱温州腔，但流传至莆田、泉州、漳州、潮州，则或改唱莆腔、泉腔、漳腔、潮腔，成为不同的腔调剧种。而若就体制剧种而言，则仍皆属南戏。以上这些观念颇获会议主席柯子龙先生和在场学者的呼应支持，认为对于南戏的名称、渊源、形成和流过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应改详为论述，以纠正方家。好，所以啊，这个观念呢、啊，事实上呢，是我老早就有的。然后在那个会议上，因为他们争论不休，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意见说出来。因为啊，大陆学者啊，小戏大戏的观念，那时候还不普遍啊。后来我和尤校长办了一个国际两岸的这个小戏学术会议，才把它奠立它的学术地位。也就是说，戏曲有婴儿期小戏，有成长期像成年一样的大戏，这个观念你看距离现在没多少年。我那时候把这个输入给他们。第二呢，剧种的观念，大陆只有腔调剧种，没有体制剧种的观念。腔调剧种和体制剧种
是不同的基准分类出来，一个就是由体制规律为基准分出来的，像这个北曲杂剧、南曲戏文、明清传奇、明清南杂剧，还有这个实战体的板腔体的怎么样的这个梆子戏和京剧，体制规律不一样啊。腔调呢，我们一再说过，腔调是怎么来的啊？一个地方的方言有不同的方音，方音以方言为载体，说出来的就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旋律。那个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旋律就是腔调。那么一个剧种要把它唱出来，一定要有它凭借的腔调，所以不同地方就用不同的腔调来歌唱，这叫腔调剧种。腔调剧种与体制剧种可以互动的，比如说就体制剧种来说，当他用不同的腔调来歌唱，他的体制规律可能就要调整，然后当他用腔调唱出来的时候，你就由体制剧种变成了腔调剧种，但是它根本的体制规律还存在。类似这样的一种这个基本概念呢，那时候大陆学者没有，所以我一解说以后，我说就这个小戏大戏的观念，一个 baby 一个小婴儿，他只能发展到他成年，他不会再原生第二个人同样发展出第二个成人啊，第二个成人。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原生了，他在这个地方原生的时候唱的，比如说是昆山腔，昆山，那么他唱昆山腔。可他离开了昆山腔，到了海盐，他就海盐腔呢就发生碰撞，如果海盐腔势力超过他，他就被海盐腔埋没了，吸收了，于是变成海盐腔。所以他流传出去以后，他的腔调会改变，改变以后对他原来来说就有不同的直性在里面，这叫一元多派流播出去。打个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长在这个台湾，我们用闽南话来说话，用闽南腔这个来歌唱，可是呢当你留学日本的时候，你说日本话，你又到美国去，你又说英语，所以你一个人可不可以有多种语言呢、啊？多种语言的这个什么？啊，所以这个就会一言多派的分布出去。这些观念呢、啊、没有，就会互相啊，汉格不通啊。我们把这个打通了，然后呢
我也向大陆学者说，南齐戏文许多的名词啊，它都隐含的这个剧种原生的时代和它的直性，